我请你喝咖啡。好。找我干嘛？那你看我的宠金带干嘛？那这是什么？这个怎么在你这儿啊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为什么这个从玲玲身上掉下来了？你是把它送给玲玲了？我没给她。 我那天洗澡的时候就放到了桌子上，我回来他就不见了，然后我问玲玲，他拿没拿，他说他没拿，我还专门问玲玲了。行了，你真没骗我，我真没骗你，我发誓，不是你送的就行。这个也是我亲手做的。 低头。好。不准再摘下来了。嗯。你真不是因为不喜欢才把它送给别人的吧？真的不是。虽然有一点迷信，但是我觉得，人的愿望是有力量的。